看看新闻网。10月30号，初为人母的杨千嬅在香港出席商业活动，在接受采访时，杨千嬅大方地透露说，为了保证儿子的身体健康，她一直坚持母乳喂养，期间还拒绝了不少奶粉厂家代言的邀请。有一些奶粉的广告，但是我都没有接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提倡母乳，所以我是为母乳，但是我跑去代言奶粉好像好怪的，我觉得。与此同时，杨千嬅还表示说，她并不希望儿子成为星二代，因此不会考虑和儿子一起参加商业代言。我不想他那么早就要就是好像在灯光之下长大，所以没有想过那个。